年假结束，不少人返回工作岗位，情绪低落，一时之间无法适应。新北联医研发了一套搜心操，用舒缓简单的动作，协助大家快速重整身心，消除年假症候群。松开肩膀，然后拍打手背肌肉组织，再用力的甩甩手。这是新北联合医院为了要让民众能够快速的消除年假症候群，所特别研发的一套搜心操。最大的优势，第一个就是，当然是第一个就是赶快把我们的软组织伸展开来，一些关节能够活动开来。那整个活动开来之后，我们整个的协调性、平衡性会比较好。那另外，最后我们利用一个有氧运动时，大家赶快把这个心肺功能恢复起来，让它迎接新的一年的挑战。医生也特别针对在年节期间，民众常使用手机或是久坐所造成的肩颈酸痛、腰酸背痛等等的问题，设计了几个简单的伸展动作。过年期间啊，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些像，比如说腰椎比较坐比较久之后，他可能会腰椎会比较酸痛，或者说滑手机的人，因为头我们常低着，所以我们颈椎会产生一些酸痛的问题出来。所以我们想借由这个部分，让大家赶快把利用这个伸展的运动，赶快把这些软组织伸展开来，那整个循环会比较好，就比较不会疼痛了。九天年假结束，还没有找回正常的作息与心态吗？那不妨站起来，跟着医生一起动一动，伸展筋骨，重新打起精神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记者蔡正贤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